来啦，来拍一下特写。哦，七只红莲灯刷了，干那水呢，非常的漂亮。而且吼、哦，刷了成功了噻。这个红莲灯，它就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，很鲜艳。它也不会有那个褪色的感觉哦，这也算代表成功了。哟，后边小一点哦。不然啦 ，OK 的话，另外那一葵会全部把它移过来。七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只。刚刚搬完新家的红莲灯，伊拢去搞到迄落呢。哦，无怪红莲灯会死，你看他身上都有去勾到那个，勾到迄种迄丝状藻，无怪鱼会死啊。安尼我刷过是对的呢。哟，另外那几只我看也要另外过来了哦。哟，哟。对哦，你看，安尼我看另外迄几只还阁刷，遐无刷可能会死。真水诶，这红莲灯的体态这样就对了。我顺便记录一下，放藻虾下去的时候，里面是这样子。好妖诶！伊种乌乌迄种藻哦，都无法度食掉诶。帝王顶嘛水呢，好，来，另外那边体态也把它记录一下。因为拄只直播我，直播画质较歹。对啊，这边拢生毛生到安尼，我看身躯有迄种迄落无，也还好呢。还好，有真先脱咯，还好嘞。这边尾嘛是爱刷过的，有几只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、十，哦，这有二十几只嘞。好了，大概就这样，把它刷困，刷了成功，我们把它记录一下。每一只的形态记得好势，小可有破齿的。好，谢谢收看。